迎驾贡酒，国人的迎宾酒，敬最尊贵的客人。大驾光临，喝迎驾贡酒。我其实都是在用气息去支持它，所以它的声音其实是跟天地都能够融在一块儿的，那个声音就有感情。明白。你怎么理解戏腔这个概念？一定是小时候看春晚，对，会有这个京剧的表演。再那就是你，听您的歌，比如说《新贵妃醉酒》啊，还有像《万江》，最近都非常火。听歌的时候，我喜欢看歌词，所以您的这首歌呢，我就在平台上是看着 MV。一边读着歌词，其实我是很感动的。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大家都非常喜欢啊，无论是从主歌的前几句啊，"写苍天只写一角，日与月悠长，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啊，其实他非常含蓄和内敛的啊，把自己内心当中对祖国的山河大川啊表达出来。但其实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还是从副歌开始，就是"红日升在东方，旗大道满霞光"这一块的歌词是来自于《少年中国说"，就是"红日初升，旗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其实它背后都有典故的，啊，正因为它有出处，啊，才经得起推敲。所以《万江》的这个 MV 我印象很深刻啊，您在长城进行了他的这个 MV 拍摄，穿了一个深绿色的这个很有纹理的这样的一件衣服。其实拍 MV 这件事情，当时都出于偶然，只不过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就是进棚录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当时我们的团队就说不行，必须得出去采风，并没有想到要拍一支精美的 MV，我们就想去长城采采风，然后呢拍一下在长城的心情啊，最后回到棚里去录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更饱含感情。我们工作结束已经凌晨1点多了，啊，4点钟还要爬到长城顶上去看日出，感受拍东西，大家有点不情愿。我说我也不睡了，你们也不睡了，我说就今天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是连夜拍摄。对，一夜都没睡。那天的太阳特别红，特别大，就跟我的歌里面描述，我的眼泪呀，从我的眼角里，这边眼角这边哗哗，就像流水的一样往下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见到太阳会那么的激动。我在那里看着太阳出升，大概1个多小时，我知道这首歌我该如何演绎。咱们俩就是通过我《新贵妃醉酒》那个唱腔式，小一点声啊。好。爱恨就在一瞬间，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青丝天，举杯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小声唱吗？因为我知道你小声唱，就没有顾虑了，啊，就会用情来带这个声。你刚才就唱得特别好，出图了，出图了，出图了，我们可以去喝茶太了。棒了，太棒了。10年时间，李玉刚从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小伙，转身为风格独树一帜的青年艺术家。一曲《新贵妃醉酒》让李玉刚的男女混声唱法红遍大江南北，甚至登上了2012年的春晚。这是我2012年第一次登春晚的时候的那套戏。这是春晚的，你说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所以这个是唱《新贵妃醉酒》的时候穿的是吧？对，而且这套戏服，我的粉丝都知道，它有一个一秒变装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设计。怎么能一秒变装？它现在是一套服装吗？在舞台之上就是，哇哦，
一下就把它分成两节，别人就把这套服装拿下去了，然后就露出了我里边的那套服装，所以呢就是它的特殊的巧思，好看啊，穿着这套戏服登上了我梦寐以求春晚的舞台，也就是小的时候做梦都不敢想的。小的时候是在吉林长大，在公主岭，那个时候有什么特殊的对于家乡的记忆吗？那小的时候家里也没有那么富有，我们家里我父母挺拼命赚钱，就想让我们家里能够出一个大学生，然后就把我从农村送到了我们那个县城去读书，这个县城就是公主岭啊。但其实我是出生在底下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农村，我18岁本应该是考上大学，但是大学我没有选择去念书。为什么放弃念大学呢？那年我们家开粮店，很吓人，就是说我父亲进了一火车皮的白面，然后运到公主岭了，突然之间面粉啊就开始降价啊，但是我们进的这个价格很高，所以呢当时就一下就全部都赔进去了，家庭就陷入了一个挺艰难的一个境地。那个时候我姐姐要找工作，我哥哥要结婚，那就剩我学习和求学的事儿了。我回到家就会看到父亲母亲满脸愁容去面对啊生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然后最后再想18岁啊我不想念书了，我走向社会。你是农村长大还是城市？我是城市长大，也在东北，也在大连啊，在大连。对，大连这个城市对于我出生在吉林，那都是我们内心当中仰望的城市，因为小的时候是在乡村看到的都是白茫茫的这个大地，这是冬天，夏天呢就是绿油油的庄稼，根本就没有看到海。大连是我们东北所有人都特别向往的地方，所以很羡慕你出生在海边长大的小孩啊，海边长大。刚哥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性格呢？小的时候性格是一个蛮开朗的，也挺调皮的，长大了之后性格转变还挺大的，社会一下子让我见识到，哦，都是陌生人，你得绝处逢生，所以性格一下子就变化很大。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保持一个自己对音乐执着的追求？对音乐的执着这件事，想当年啊，我真的不敢说出口。那个时候就是养家糊口，我只能从服务员干起。只不过说，我小的时候爱唱歌，我在做服务员的时候就看到了，哎，我们这歌舞餐厅怎么可以唱歌给客人听啊？那我做服务员是不是我也可以转变一个身份，我可以上舞台，我可以唱歌给大家听啊？不做服务员了。就是这想完成自己人生的一个进阶。玉先生，这个是您一个出道15周年的直播的背景的画面，对吗？对，今年的9月30号对我来讲非常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我出道的整整的第15个年头。2006年9月30号的那一天，正好是我们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的播出的那一天，也就是那一天我决定说结束我长达10年的这样的一个漂泊生活，留在北京。那是哪年来的北京呢？北京啊，一晃96年离开公主岭这个小城，我坐着绿皮火车就走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公主岭有一个天桥，唯独的一座桥，天桥底下就是那个火车站，我天天站在天桥上，最爱看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看火车啊，从那边来了停下来了，然后带着很多的这些旅客就走了小的时候就想让这个火车把我带走，带离这个小城啊，就像公主岭其实也有很多我年轻时候的一些无以名状的一些情愫吧，就是想在这个封闭的小城待着，但是又想离开这儿，永远不想回来，想在外面去追求梦想所以我现在一坐火车一上那个站台，我都会就像原来小的时候的故事，就像过电影一样。
你也写过一些对于家乡怀念和眷恋的一些作品。对，公主岭的那首歌就挺惆怅的，我写的。当我已经走向社会了啊、哦，哎，一到过年回到家了，哎，听到的消息就是，哟，你奶奶去世了，哦，那我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爸爸妈妈讲说，你出门在外，在外漂泊，也不想告诉你，然后再让你跑回来。等我哎，再到一个春节回来，又告诉我说爷爷去世了，那一刻我就会特别的惆怅，说哎呦，原来亲人会一个个的离开啊，然后就写了《公主岭》这首歌。风吹了，云飘了，稻穗慢慢的熟了，离家孩子回来了，爷爷的腰弯了，奶奶的皱纹多了，他们都离开了。岁月年轮一圈圈，滴答楞答滴滴答。反正这首歌就是一首小歌，说的我有点儿。对，是不是偶尔也会有一种这样的思考，就是，哎呀，你高中的时候就离开家。就在外面去打拼或者求学，一定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和心酸。嗯，是，主要是听到您讲回到公主岭，那是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就是我从出国到后来回到大连，我的姥姥姥爷也不在了。那个时候，刚哥，你想过未来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吗？一定很想家，有没有想过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可能要回到家乡去？小的时候拼命地想离开那里，当长大了之后就会感觉说，哟，也许那是我未来要回去的地方，那是我的根。其实我也不停地在问我自己，公主岭对于你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最后的时候你会回到那个地方去吗？你带着问号，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答案。你说在北京啊、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小竹林，其实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一件事，是很幸运，是吧、很少见。其实在我们北方很少有竹子，是啊、你知道，就是前一段我在读书，读那个王阳明、然后说王阳明小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就隔竹子。后来我为什么叫隔竹子，就是格物的格，他就是要看竹子去感受，哎，他是不是在小的时候能够悟出点这个人间的大道理。我在御空间里，如果说朋友不在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站在这里，哎，唱唱戏呀、唱唱歌啊，然后看看竹子，内心当中的那个感觉会非常不一样。如果说让您用一种植物或者是一种动物来描述自己现在的性格或者状态，会选择什么呢？如果是用植物来讲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像哪种植物，但我说一说我最喜欢的一种植物，就是竹子。很有气节。对，虽然说松竹梅都是岁寒三友，然后梅兰竹菊又是就是植物里的四君子，我们所说的啊，但是我对竹子的那个情感是很深的，所以就有了外面的那个小竹林啊。你看我出去演出，可能被邀请到南方去啊，坐在车里，哎，百无聊赖，突然看到竹子，我马上会摇车窗去看啊。四川的竹子、浙江的竹子，有的那个会那么粗啊，它的那个生命力特别特别的强。安徽霍山县是江北毛竹第一县，也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竹林总面积近60万亩，蓄积量6000万株。赢家贡酒的每一滴酿酒用水，都是发源于大别山主峰白马涧下的生态寡水。寡水经由茫茫竹海，经地下竹根层层过滤，晶莹纯净，清冽甘甜。莲花有什么故事吗？我发行了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莲花》。莲花、我不知道为什么，2012年、2013年上了春晚之后，我反倒内心当中会有一种不安定感。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就拼命地从北京往外跑，
啊，我知道能够对于自己有一种解决的方式，或者叫救赎的一种方式吧。然后我就采访了很多很多地方的民间匠人，也去了很多的地方。我那时候决定写一本书叫《遇见之美》。这个看出来是我吗？这个能看出来，因为我戴着我比较标志性的小草帽。这个是在武夷山。武夷山，这是在采茶，是吧？采茶，我去采访啊，去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当时的那个出发点未必是寻访音乐，但是冥冥之中会给我做的就是我的舞台啊，我的音乐会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它也是一个寻找创作灵感的一个过程，对，是吗？艺术需要匠心铸就，酿酒亦是如此。白酒是人与自然合作的产物，赢家贡酒秉承生态酿酒理念，顺应天地自然，融入匠心酿造，以达到天人合一，以酒合天。脱胎于大别山下，辟河水旁，赢家贡酒是中国生态酒香的自然真理，更是国家级酿酒大师的匠心之作。